这哦，我一天开到这边打，最好是都卡到溪里面去，那是垃圾嘞，开到这边来干嘛？表皮啊，继续等他吧。大，很小的。小秘密，小秘密。
要大一点的啦，不过还是很小，把它放回家。拜拜啦，继续长大吧。啊，大家好啊，我是伍佰啊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现在我在老龙溪这边，今天遥控还 OK， 水有转清，傍晚的时候，现在又稍微变浊了一点点，算是不错啊，条溪有慢慢恢复，希望明年来的时候它能够更好，因为有。看到一些鱼有回来，比去年好很多。去年真的很糟糕，今年有看到富裕区努力的成果，希望大家能够爱惜这边的环境。好了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